第十一题，请问此乒乓球的密度为每立方公分多少公克？根据我们的密度公式 D 等于 V 分之 m，我们的第十题已经知道乒乓球的体积是十立方公分，而题目告诉我们乒乓球的质量是四公克，算出来呢，我们的乒乓球的密度呢是每立方公分呢有四公克，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此乒乓球密度为每立方公分多少公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0.4。